听说今天我的福茂老板张根宇张老板，还有当年决定把我签下来我永远的老板李亚明都在现场。老板 ，I love you。我永远记得亚明哥看到我的第一眼，他在吃饭，看到我就，哦，然后我就在想说，是胸拜吗？还是安怎？为什么是这个表情？但是我很感动的是，他后来决定把我签下来，是说他听到我自己试唱的带子，他说这样子的歌声，如果我们不签，还有谁能出唱片？谢谢老板，你对我的肯定，谢谢。开心，我听说今天我的福茂老板张根宇张老板，还有当年决定把我签下来我永远的老板李亚明都在现场，对吧？老板 ，I love you。
我永远记得亚明哥看到我的第一眼，他在吃饭，看到我就哦，然后我就在想说，是熊拜吗？还是安怎？为什么是这个表情？但是我很感动的是，他后来决定把我签下来，是说他听到我自己试唱的袋子里头，他说这样子的歌声，如果我们不签他，还有谁能出唱片？谢谢老板，你对我的肯定，谢谢。我相信现场也有一些散落在不同地方我服贸时期的同事也来现场支持我，谢谢你们陪伴我一起成长，谢谢你们。